怎么了？累了吗？休息一下好了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啊啾！熊蕊痒痒的。Wonderful！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你，好久没聊天了。这里，你这样我们会很困扰的。凡事都要讲求顺序啊。待在这里就安全了。哦 no！ 再见。